郑秀文与钢笔中楚红首长和赵道光，多年来与他们相处不需拐弯抹角。香港女首富钢笔陈凯韵，从当年的娱乐记者升级到成为现在的女首富，一路过来绝对是一个传奇。在今年初，钢笔再次为富豪老公刘銮雄诞下第三胎女儿，身家更是又上升不少。虽然钢笔不是娱圈的明星，但他却与不少明星是非常好的朋友。钢笔偶尔也会在社交平台晒出一些娱乐朋友的照片，其实不乏有钟楚红、郑秀文、周丽淇等人。据港媒在5月9日的最新报道，郑秀文在社交平台贴出了一张非常罕见的合照。从照片里看到有女首富钢笔、冻龄女神钟楚红，而且郑秀文还表示这张照片是他们三人的首次合照，真所谓知己难求，所以郑秀文一直珍藏至今。其后郑秀文还大赞红姑钟楚红是那么天然美，而钢笔又是如此的善解人意，其实能有说真话的朋友真的非常重要，这么多年来我们相处都可以直话直说，不需要拐弯抹角。红姑是一个非常有艺术品味和艺术知识的人，而钢笔的个性是非常善解人意而且贴地气。钢笔与钟楚红相熟，就是因为老公刘銮雄的关系而渐渐认识，而当初郑秀文能与钢笔、钟楚红成为朋友，是经过朋友介绍认识的，但没想到这么却如此投契。前年郑秀文在红馆开演唱会，因为太多火爆一票难求，但他就特地留出几张票送给钢笔。不说你不知道，其实钢笔除了和钟楚红、郑秀文等人是好朋友之外，他与陈奕迅的老婆徐濠萦也是很要好的朋友，徐濠萦还偶尔会带女儿到钢笔家做客。